造访地下屋，蓝雨人用槟榔表示欢迎。但是夏立明不是这样吃的，有点苦哎。哎，你把它吃下去了，不能吃下去。夜里我们观察生态，寻找蓝雨特有种。哎，它比我想象的小很多。不，它的大小呢？它的大小呢，就有15公分到20公分啊。Go Go 台湾玩台湾，带你上山下海玩到翻，请锁定民视无限台。